大家好，农村傻大娘，这都是谁给的淀粉啊？俺弟，把俺这磨杯正好上来，俺说给我和磨磨，一个人磨不了。就是咱糊不了。磨磨了，我就等会儿来。嗯。这个不得打，这个不得打，这个得说这钱该的你才在这钱，俺都不敢那个啥，俺都不敢下去上整治。落脚以后了，哪怕天不刮，哎呦，你看以后狼烟，这地方树那是该绝，可累太干，可累晒的干厉害。还得把晒晒再过水路，是呗？你吃吧，吃没了？那个弟，你给俺弟、俺娘可早点走。俺下来餐桌还没两没钱嘞，咱们家不没钱。你那脚还是不累？哎呀，俺家不累。俩猪，你看磨磨还是俩人，俺也磨多大块钱？俺爹还是不少你钱。
人家说盖，人家说盖我和你。啊，你也快，人家盖也快，人家盖都比人很快。嗯，你吃吧，吃上课，早点走。一会儿接你回来了，俺给接你，俺再煮。嗯。要不然一等一晚慌嘞。没咋走啊，就是。往下走个黑。这一个村里都是好，黑那也没多远是吧？嗯。一个村里是都点份吃。呵呵。我见有点活了，提大壶都走。啊。啊。你看帮忙是吧？嗯。你看鱼好白白，不在这儿好嘞。你说的越大。嗯。